请掀开经本，科会第29面第一行，新口相出无量妙香，犹如简单油薄落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这是下花的第一小段，刷下来又将下面这段也念下去。虽说身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色界具足，手中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思最上之物，离垢幽静。前面这段，这是修因感故。这段里面，这个说明菩萨修行的成就，而实际上是教导咱应当怎样去生活，怎样甲别人相处，怎样去工作，才会当成就殊胜的功德利益，这是咱应当爱学习的。今仔日这段讲到下化，下化的意思用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如果咱要问菩萨生活在世间，伊的目的何在？咱会用你用四个字就解答出来：上求下化。这四字呢，咱来好好给记掉的。这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尊敬无妄，咱在头前有加对同修提示的，咱生活在这世间，生生世世永远不间断的来学习。学习不是一世，中国古代的讲一世呢，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一世啊，佛法讲三世，往过去
讲现在，讲未来，过去无死，未来无终啊！无死无终的岁月当中，咱将来都唔捌停止过学习。这个学习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其实在儒家典籍里面也有这个意思，无佛法讲到这么圆满。儒家大学讲，大下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无自先，也将伊个人生的意义甲目标讲出来。明明德就是上求，亲民就是下化。上求下化，那拢会做到最圆满，那就是自先。所以儒家有真多物件讲的拢是公令，这个公令纯正，无错误。佛法里面讲较具体，讲较详细，将这个意思、性相、因果，拢甲咱具体讲出来了。咱怎样亲民，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这颗经文里面第一小段妙相颇分啊，信靠相处无量妙相，那么怎样学习？咱看到经文的这些话，那是着相呢，那就错了。是不是真正去找到这些好香来分享，就错了。这个所讲的香呢，是讲这个德行。就是讲这个明德，大乘佛法具体语言呢，就像本经一个开端，含经遵修普贤大师之德。甘地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这是正德之乡啊，是讲这个意思啊。要咱凡夫迷失了自性，所以咱这个气味啊，身躯的气味啊，拢真歹闻啊。真正修学，甲性德相应，身躯确实有一种奇妙的香。
顶日香港有一位老技师送了一篇伊魂老和尚的传记，现在正伫中国翕一个连续剧，有20集，那像还未翕完。送给我看这篇呢，大概是介绍的。这篇我有看过，这里面介绍伊魂老和尚，今年啊，剃一摆头，所以讲咱看到老和尚的相片的顶面呢，有的相片是有头毛的，头毛拢真长，嘴角也真长，有一款相片。这个真清气，这个真清气。什么？是伊过年的时阵翕的。伊一年剃一摆头，剃一摆嘴丘，一年剃一摆，一年洗一摆身躯，一年洗一摆衫。伊的衫平常拢无洗，一年洗一摆。生活简单啊。往年我伫香港讲经，有一寡同事甲我讲，讲老和尚的身躯啊，确实有一种清香，衫一年洗一摆啊，领拢是油垢，足垢的啊，闻起来有清香啊。无像咱一般凡夫，三工若无洗，身躯的这气味就真歹闻啊，气味真歹啊。所以这个香是真正不是假啊。如果咱的心，所以他讲爱学习。大刚爱修行，咱用上简单的话来讲啊，真诚心，真诚心，香啊，虚伪的心就袂香啊，迄个气味就真歹闻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咱逐天伫遮咧练功啊。那是啊，心地可能甲这五句相应呢。这身躯的香味啊，就甲经常所讲的啊相应，心口相出无量妙香啊。这是修行真正的功夫啊，所以一个人心修修行，心修道心。心修道行，这道行啊，就是道行啊。一个接触就知影了。那就可给讲呢，见色闻声，鼻香就会知影。你修行有看什么功夫？你是真功夫，也是假功夫？哪会当骗人的呢？
由此知影，这件代志啊，是无办法做假啊，无办法做假。一定要认真在做。简单，咱通常讲静香，第一个是一个比如，佛经内面称为牛头简单，这个香咱唔捌看到。只是在佛经内面看到这个名词，而佛的动手拢知影，所以依报随着正报转呐，众生有福。在医院的顶部就出现了，众生若是无福报，这物件拢藏起来了，拢无看到了，简单是不香啊。佛陀迄个时代有，咱那像伫古书内面有记载，唐朝时阵也有，大概就真正少了，真少了。我会记哩，朱里亚有记载过啊。印度这高僧来到中国，早就有这寺庙的简单，伊早来到中国来呢，是作为礼物送予皇帝。当时朝廷内面。送皇帝的礼物，至少嘛，拢爱有一斤啊。所以这几两，这是送予皇帝是真无恭敬。这宫廷内面古作无甲收，这法师就伫这个。宫廷外面，将这香给点起来，点了一碗，大概是这个捏做一碗的款式啦。点一碗，规个中安城，中安城是当时的首都，拢闻到这个香味。有时皇帝才将这个香啊，这是给收起来。这是在中国有这款记载，在佛经内面讲呢，简单点一碗香味啊，会伫这四十里范围的内面拢会当闻到。这香。的一边，这经书内面是有记载，这五老居士注解经本内面有引用到啊，回愿音语讲，讲古印度的简单有两种，一种是赤色的，一种是白色的。白色简单，会当依立边，就是点这个香气，会当依这立边。红色的会伫听风，
所以这个香气啊，会当帮助人渡这风邪，你带来安乐。圣德的妙香啊，绝对不是简单会当比拟的，但是实在呢，这无物件来比的，会用这个简单来做比如。圣德妙香啊，远远超过简单。这油巴罗花，油巴罗是梵语，梵做中国的是青莲花。那伫弥陀经内面读到的，这西方极乐世界四色莲花，也是达到油巴罗。佛在经上常常讲起，这是莲花也表香精啊，拢是讲这个意思。菩萨身口相处妙香，这个香啊，当然就是经论里面常讲的五分法身香。五分法身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低见，这五科呢，后面啊，性有精明，有精明，不一定有后面，有后面一定是有精明的啊。比如讲，有戒香。未必有定向，有定向一定有界向，有定向未必有回向，有回向绝对是固着界定。佛法的教学，无论是大乘小乘，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学的是什么呢？就一定要清楚戒、定、慧三学，这是佛法教化一切众生的内容。佛教教学的内容，总的来讲，这戒学就是现在人讲的修法、修规矩，这条是基础啊！啊，应该在什么时阵教呢？古代啊，是对红颜的时代嫁去，所以是孝心六天性，习惯性自然。到伊大汉成人咯，过来嫁这个规矩困难咯，伊已经养成习惯咯。
未叫伊改，迄毋是一个容易诶代志。所以，良好诶习惯，拢是对细汉养成诶。对遮咱知影，当然诶教育是偌尔重要。如何让重视同盟的教学？古早时阵，这家人一个出家，所谓是五年五戒。出家前五年学规矩啊，爱学习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养成菩萨生活的习惯，是学吃的。五年以后啊，也得过看你的成绩。这决定你是不是会用你学教，是不是会用你参禅。这拢是说明重视基础的教学。你现代出家人，将这种教学的方式忽略了，咱这代拢无接受过这种教学。佛法是师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啊。世范这两字，咱家己本身无做到，免哪会当教化众生。这件代志，咱家己来深深的感觉见效啊！哎，忏悔，咱家己业障太重，福报太薄。啥人叫咱生伫这个时代？都发衰微到极处咯。见地些可遇不可求啊！咱要去什么所在去学习？尤其是进入21世纪，时代永远是不停的在变迁。古早时阵的这种生活方式，距离咱现在愈来愈远了。
那是讲将现代人恢复到古早时阵迄种生活方式，咱拢知影，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但是，咱心内真清楚、真明白，古早时阵迄种生活方式。对呀、啊，修道人来讲呢，是有利的，是有帮助的。现代人这种生活方式，对修道人来讲是有障碍呀。也那咱处在这个环境当中。那要安怎呢？如果随波逐流，随顺现在大众这种生活方式，那绝对是会流转伫个轮回当中，袂当出来。那是讲想要伫这一生当中成就，只有家己下定决心，向高人学习。现代人无修法，咱爱修法啦。我袂当甲因共款啦，因行的是轮回路啊。咱的希望是行出轮回。绝对爱行佛菩萨的古路，因行的路绝对无错误。那哪对着因的这脚步，肯定会当行出轮回。改革啊，是第一个啊。咱袂用，你唔知啊。改革对倒落手呢？世尊伫《十善业道经》内面教导咱。菩萨有一法，令断一切诸恶道苦。这句话啊，分量真重啊，咱来好好甲记掉。一切诸恶道，不但是从三恶道拢包括在内咯，三千多也不例外。不但三千多即内面也有苦啊，国家注意讲，自性法界也有苦。自性法界甲一真法界来去比呢，自性法界是恶道啊！咱来知影，菩萨用什么方法能离一切诸恶道苦呢？佛教导咱丢呀！
上念先发，思维先发，观察先发。你正特别交代，不容好分，不先干杂。这句话就是大学里面讲的知无忌先啦。大学里面四字啊，是先业道经里面讲这么多啊，讲了咱会当听有啊。知无忌先这句话呢，咱听着真含糊啊，不就清楚啊，佛在经上讲较清楚。先发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先业道。对这个所在落手啊，爱真认真努力，真正去做。真正去学习，不杀生，连这个小动物、蚊虫、狗虾，拢袂甲怕死。蚊啊，来甲你叮一下，你哪会讲忍心，一下就甲怕死呢？尤其是咱学佛的人，逐天在讲布施供养，忙啊来定的时阵，你为什么唔布施呢？你为什么唔供养伊呢？你真正是学佛咯，忙啊来给你定，真欢喜，真欢喜啊！我咧受布施受供养啊！所以这条若学到了，你心肝内啊，损害一切众生，这心断掉了，这是对根本修，对念头断啊。想看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尊下心起火挂吧起鹰忙啊来定一个算什么呢？咱来想想想到佛陀伫咧修菩萨道的迄个状况，咱来学习吧。所以，夜咧困的时阵，防止这蚊虫、小虫来烧了，这念头都拢无了啊！以前无学佛、唔捌事的时阵，是要防范，现在了解了，无防范。以前防范的时阵啊，也阁时常予伊去加着啊。现在无防范的时阵啊，伊袂来甲你加，这是沟通咯。咱对伊好啊，伊嘛是会对咱好啊。伊去加什么人呢？加常常欺负的人啊！对伊这个唔好的人，所以咱对伊好，伊对咱也好啊。这小动物拢总拢有灵性，
所以咱来用真心心相待，爱用慈悲心相待，爱用平等心相待。只该啊，爱对这所在做起。头一条，杀生是第一恶啊！常常起心动念，想要害人，这是咱的性德最严重的障碍。修行为什么会当明心见性？诸行本具智慧德能，为什么会当现前？拢是何在障碍着咯？咱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儒家讲的明明德啊，明明德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目的呢？你讲这清楚，这明白，你就应当用见性的障碍排除。做啊，对爱之戒啊，做啊，对爱修实现，不杀生，不偷盗。不偷盗这条，我也要讲真多。绝对无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咱要一念想要占一点便宜这念头呢，就是盗心嘛。虽然你无偷盗行为，你的盗心无断呐。不淫欲，这是六道众生里面上界难，上界难爱断。佛在经上讲起真好，伊讲爱不忠，不生三宝。爱是男女的情爱啊，为什么会在六道去轮回？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楞严经讲的淫欲不断，轮回就未当出去。轮回苦啊，太苦了。尤其是三恶道，啊，咱是不是有希望在这一生超轮回？如果想要在这一生超越轮回，这是轮回障碍。无端那就未当超越，换一句话讲，无端也得爱端呐、啊，非端不可啊！人一定爱感恩，生死轮回。唔通过去咯，也即心三类恶，恶改起来就是善，
较有四种故事，不蒙古，不良蝎，良蝎是挑拨是非，不奇故，奇故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不恶口，恶口是讲话粗鲁。别人听就真艰苦啊！靠有四种的故事，念头内面有贪嗔痴三种故事，永远写你这故事就是善业，所以佛教咱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良舌，不奇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啊！咱来认真去做啊！人无修习善。你就无办法乞丐，习善是乞丐的基础，是丐学的真方便，就亲像绿岛内面饮绿是山顶的真方便，袂当饮绿。绝对袂当得禅定，袂当这个修习仙，你就绝对袂当乞丐，袂当乞丐，你就绝对袂当得定，袂当得定，你绝对袂当开智慧。这道理，咱来继续想看卖。一定要了解啊，咱这个一生才会成就。这件代志绝对不是佛对咱这样的苛刻要求，不是啊，佛对咱是丝毫要求都拢无。讲是佛制定这么多戒律来限制咱，也是完全想错了。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示现的世间永远是兴顺众生，随喜功德。确实对咱无丝毫要求啊！佛菩萨只是将这些事实真相给人讲出来，咱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会对罗生现在这款式，这款式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我将这个原因啊，给人讲出来。书一定有理，故必定有因啊。将这书理因果真相给人讲出来。所以这个是仙啊，敢是佛制定的呢？不是啊，诸性本具啊，迷了就变成十恶，感悟了就是十仙。那未盈利无感悟啊。
然后，感应的古报啊，就亲像这个经内面所讲的，心口相出妙香。这是首先即解主莲的感应啊，即解首先主主莲莲就是这款式，无加一点啊。艺术的来宾，佛经来宾讲，相依盖乡为心璎珞，这比例就是讲，这璎珞是不是真呢？需要这璎珞，无需要。你以性德作为庄严心上的装饰，你看这艺术多好啊！这话说明，咱的这节经文应该怎样解释？下面的这句呢，意思啊，非常的圆满，吉祥普分无量世界，怎有分法？这就因上来讲，这说明那个修因，伊所影响的啊，也就是普分无量世界，这感真正。答案是肯定。特别是伫华严内面，咱体会到佛菩萨因的起心动念、言语、著作，一一周遍虚空法界，咱是凡夫啊，凡夫也起心动念，但是迄念头是邪念、恶念，咱的言语、行为也是恶业，咱的恶念嘛，恶习、恶业，甲注意讲，也是周遍虚空法界。咱自己唔知呀，如果知呀咯，你想看卖，这款代志偌可怕？佛菩萨是上意妙香，
普分无量世界，咱今仔日用什物件分世界呢？先看就明白咯。咱是毋是应该呢？那不应该，应当爱护佛菩萨，维护咱家己的性德。性德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光明、无量上好啊、无量宝相。那为什么不去做呢？不是做不到啊，你是迷得太重，关键就在迷你不觉啊。佛法的上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句话真多同修拢真实啊。这话是真的啊，就因为这句话是真实的，所以咱起心动念，就甲诸佛菩萨去感应道教的作用。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所在，你要甲诸佛菩萨沟通，拢会用你啊。怎样沟通呢？心肝内一念不生，为什么心肝内爱？一念不生呢？一念不生无界限，通啊，通通无碍啊。起一念分别就障碍，他调的咯，未通啊。道理伫遮，所以为护念咒。上经祈祷，要用真诚心嘛，行就通咯，真诚就通咯。对这件代志，咱就会当体会到，你常生活当中。咱啊，确确实实，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息息相关呐、啊。确实啦、啊，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咱应当爱护佛菩萨。用真心对待一切大众，未使用妄心嘛？用妄心是对不起一切大众。啊，用真心，真心那是妙用破分。咱用这个妄心，那是晦气冲天呐、啊！这是对不起大众。用现在话讲，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就是这款代志啊。所以这背后啊，这句呢，是将这影响啊扩大了，换个扩大到虚空法界，滴咧扩大到过去未来。影片是风
四强三济啊。下面这段虽说身处色相断言三十二相八十种苦，色界故作。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这色相不一定，上好也不一定。普门品同修大部分都有念过，观音菩萨跟咱讲啊真清楚，以老大人的西方世界处处现身，应以什么心得多就现什么心。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来知道这个意思啊，这是古一个呢，应以佛心里得多者，即现佛心里为说法。三十二相八十种苦，这是佛心啊。因那随所生处，随是随缘。绝对无家己的意思，那是讲有家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啊。伊的梦想分别执着也无断去，伊是凡夫。诸佛菩萨发心大师，梦想分别执着拢断了，所以呢，实现呢，就亲像《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有感，佛菩萨就应，这心是感应所现。感应里面最殊胜的是佛心，就这里来讲呢，端端正，严庄严，用色端正，清净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苦，这是就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咱这个世间所现的形象，长乐金身啊，昨有同修问讲，阿弥陀佛身金色，为什么咱供的这尊佛像是白色的，不是金色的？咱头前这尊释迦牟尼佛也是白灰啊，诸位爱知影，佛法里面真侪的缘故，拢是意在言外，你会知影。你袂当讲接到音声名字，就错咯。金代表什么呢？代表圆满呢？代表不变。你看伫金色里面，
只有金的色水袂变啊，银会氧化会变色，金袂变。所以啊，出这艺术，伊毋是一定的。咱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咯，咱每一个人看阿弥陀佛，讲实在话，拢无共款。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也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哪会共款呢？阿弥陀佛无形象啊，随众生心念现象。你想阿弥陀佛是什么款的形象？你看的就是迄个像，你所看到的跟你想的完全同款。所以佛就是对你的心相来现象给你看。这啊，拢是事实的。这普陀山、观音洞，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上帝内面现象，有真侪人去朝普陀山，一定去观音洞去拜观音，看卖家己是不是有缘分看到观音菩萨。有一寡人看到，有一人看未到。看不到的心无成啊，就是你的拜观音菩萨，你心内也够有梦想有杂念，你就看不到了。如果你去拜的时阵，你拜这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你诚心诚意去拜，这个杂念啊拢无，你会看到。但是你看的观音菩萨像，往往每一个人看的拢不同款啊。我会记得，有一年在香港讲经，圣依法师来看我，跟我讲，因有三个人小舅去条坡道，也去观音洞内面去拜观音，拜了这半点钟，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拢看到，拢非常欢喜。回来这个路里咧，三个人就问讲：“你看到的观音菩萨是什么款呐？”圣严法师看到观音菩萨是金色的，地毗卢波，地毗卢波金色的，另外两个有一个看到的，就是咱普通看到的白观音。另外一个法师看到的是一个出家比丘像，三个人拢看到了，三个人看到拢不同款啦。这些道理，咱拢爱捌啦，捌了后呢？就将梦想分别执着放下，未够有梦想分别执着，你才会当看到佛菩萨的真心呐、啊。有梦想分别执着，
你所看到拢是化身啦、啊，伊随你的心想变化的相中。咱细看人，大概中国甲印度拢差不多。人类讲，这身上啊，无一寡部分，人类这是一种鬼相、好相，所以啊，三十二种叫大丈夫相。咱中国人讲大贵相，大富大贵的相。世间人认为讲这贵相啊，佛示现的隆重古迹，无一项缺少。佛为什么要做这款的示现呢？用这个形象去接引众生啊！形象用现在商业上的话，就是包装、招牌啊！接引众生，接受众生，让众生一个看到。佛菩萨上好，就会生欢喜心，就愿意向伊学习。上好的作用啊，是安尼念念。所以世尊示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很好，我在经上跟人讲，三十二上八十种随行好，不然轮王也有啊。可见呢。这确实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所修的福报，上好是属于福报。转轮王的上好，无佛遐尼啊谦虚啊。甲佛来相比，无佛遐尼啊谦虚。伫这段经文内面，咱应当来学习的，咱明了，随类现身啊，是属于接引。广大众生，第一个手段，那学佛呢？做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有佛教的形象。绝对袂用你毁坏，毁坏佛教的形象。注意想看卖，迄个毋是定有破佛心邪，这最真重啊！有几个人体会到这件代志？无论出家在家，
人一来看，咱是佛教徒，咱是佛弟子。佛弟子伫社会上，一定互大众要做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啊，心上啊，袂用你无重视。可是你也知影，心上是福德修行诶。绝对毋是化妆会当化会出来啊！化妆化袂出来，福德修行诶。爱认真断恶啊，修仙；爱破迷开悟啊，只要认真修行，你这个色心上好，一定会当得到，唔免去求。自自然然就会得到，这个色心上好，就会当摄受真多众生。头一个就会度你的厝内人，你的身体健康。色相庄严，心地清净，足以和恁的家亲眷属、你的同学朋友，看到你心欢喜心。特别是伫中年以后，为什么人到中年以后，伊拢知影心求健康，看到你身体遮好，伊就会向你请教，你是怎样保养的啊？你就会当将佛法。介绍好伊啊，你就多一个众生啊。所以这个心上是一招牌，招牌非常重要啊。那是讲你的心上唔好，你道行未歹啊，真好啊。这话啊，伫佛经上是讲不通的啊。道行是因啊，上好啊是果报，因好果无好，无这道理。因甲果绝对啊是相应的。咱伫外面将化佛法介绍予广大群众，就会想看嘛，你若无真修，哪会用呢？这款代志啊，袂用你做假啊！电视画面啊，往往是靠不住的啊！我听讲什么？上电视的时阵，拢爱经过啊化妆啊，要有化妆师会来给你化妆啊。一个化妆，这面就是假啊，唔是你的本来面目啊。咱下昏也有机会去电视的，咱绝对无要化妆。绝对无变假啊！
咱若做假，讲实在话，咱就对不起佛菩萨，咱也对不起众生。为什么？欺骗啦！哎，都无真实咯。所以，色相端严，咱一定爱注意着。爱认真努力修清净心，心底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你的色相自然端严。你哪个会当修修这功德？凡是利益社会大众的代志，一定要加做啊，做啦，愈做愈好啊，做个愈大愈好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上好才能固着。这不是自修养，是为了他修养。为着接引一切广大众生，咱袂用你无安尼做法。所以菩萨念念拢为众生，行行为一切众生，确实无为家己呀，为家己就错了。一切拢是为众生，咱爱对这所在学习。第三小段，这是最上离奥啊！修中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故，一切所事最上之物。离奥幽静，这段就是修布施供养。在佛学里面，几大位在科目。四力六道普贤十愿，这就是修中相出无尽之宝啊！菩萨当中有宝手菩萨，有妙臂菩萨，在咱基树林四楼楼尾顶有咱供养的，有千手观世音菩萨。宝手、妙臂、千手，拢是表法的意思。拢是代表菩萨欢喜布施啊！难欢呼。这心念甲菩萨都拄颠倒病，凡夫啊，当生啊，唔用布施啊，
伊常常想到，哎，我那生活这艰苦，啊，这钱财得来是不容易啊。所以，对有这个财布施就感觉恐怖，所以就唔敢发这个心。其实这个观念嘛是错误的。你为什么会去遇到这款的艰难？这款的辛苦呢？你未了解这个道理，这道理就是因为你无修财布施。福报过去今生拢是修积的啊，佛在经上甲咱讲的啊，咱来了解，爱会体会到，财物如布施如做，手中生出无尽之宝。这位是真的，不是假啊！菩萨会啊，甲诸位同修讲，咱大家人拢会啊。问题就是讲，你是不是轻视啊？如是如做啊，唔轻布施就困难咯。永远缺乏，这件代志确实啊，真难让人相信。只有家己真正依教奉行的人，伊才会体会到啊。财布施的财布，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财富、聪明、健康长寿，拢是咱所需求的啊！无论古今中外，无同的宗教，无同的族群，讲到这三件代志，每一个人拢求啊，拢爱啊，拢未固执啦。怎样才求会到呢？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话敢是真呢？千真万确啊，确确实实有求必应。咱爱知影求的道理啊，爱知影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绝对得到。但是得到，主要怎样？得到绝对袂当不持，袂当固为己有。这道理，知影的人就更加少了。
为什么袂使这么机油呢？不袂掉啊！不但世间所有一切财物，你保袂掉，就是连咱这心都拢保袂掉。请问，都是项物件你能保住？这心刹那刹那的衰落啊！人老不是一年一年老啊，不是一天一天老啊，刹那刹那在咧衰落，你知影无？连这个心都保袂掉，何况生活之物？咱明白这道理，在乎的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修因感故，那个因啊，永远不断的去修，绝对袂使停止啊。就亲像咱讲学习，生生世世永无间断的学习。咱修布施、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畏布施，也是永恒无终止的啊。所以下德，你下一定有德，得到的那个德也要给下掉。将迄个德先去下掉，安尼啊，愈下愈多啊，手中才生出无尽之宝啊，是这款道理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庄严之故，一切所思最上之物，一切众生生活在世间，修养不外两大类，这是物质的，这是精神的，这两种修养。物质比袂着精神，换一句话讲，精神生活远远超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内面有真实的受用，物质生活内面无啊。有时呢？咱就会想到讲，什么是庄严之故？什么是最上之物？目的是你以后有情啊！你这地。咱一定爱会记你啊！佛法伫世间建立的宗旨是啥物？经论内面上讲的八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明了这个宗旨，你才知影讲，这地所讲的庄严之故、最上之物是什么？咱应该何众生什么？帮助众生，普为开悟。众生苦是对未来啊，众生乐
是对江湖来的，咱爱帮助伊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果报啊，伊的因就是破灭开悟。这代志啊，只有菩萨做会到啊。菩萨怎样呢？伊本身觉悟了，所以啊，伊才会当帮助别人。家己无觉悟，免来当帮助别人。也得过去咧。菩萨做这代志，庄严之苦，就是建立道场，这是庄严之苦。最上之物，也就是弘化利生，过去国家做啊，那个帝王伊知影，伊知影通修复。建道场啊，弘扬佛法，你知影？中者基数大德的，因知影？所以啊，拢嘛是尽心尽力来办好宗教教学，这是一切所事最上之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因为现在在佛的末法时期，在全世界，佛教虽比较急促这个环境当中，那么怎样做法？建道场啊，无困难。道场建立了后，无人来讲经弘法，这就是较早李炳南老居士上讲的啊，有庙无道，袂当兴教啊。所以今天的建道场的风气真盛，弘化这件代志，何人甲未记哩咯？道场起甲金碧辉煌，无着好在，引来观光旅游的人客啊！作为观光的景点，收一寡这方面的理论，甲菩萨离奥幽静的愿望相违背咯。这咱来办啦。
的去。南北朝的时阵，牛不得，这是咱佛门的大护法，以国王的官力护持护法，第一管辖的古乡内面建了480座的寺庙，480座啊！伊真爱人出家，所以多出家人有这几十万人，伊非常欢喜人出家，伊何法？但毛祖师迄个时阵来到中国，伊两个人见面咯。牛母帝就将伊伫云门做诶遮个事业，向旦末祖师炫耀啊！你看我做诶功德有大无啊？旦末祖师老实甲伊讲一句话啊，并无功德。注意动手，总细去想看卖。迄个时阵，牛母帝去遮尼做道场，并无功德。年轻啊，你去偌济道场啊？哦，佮功德家己功德真大。在这所在，我惊注意动手疑惑，我小法来加解释。功德甲福德是无同款，功德会了生死出三界，断恶修善、破迷开悟是功德。如果是恶无端，做一切的这个善行，拢是属于福德。那是当年牛母帝问旦末祖师，讲我的福报有大无？也旦末祖师一定讲真大真大。福报啊，不是功德啊！伊修的是福报，不是功德。这咱来辨别清楚啊！福德啊，骨卡大，个家啊去天顶去做天王啊，袂当了生死，袂当出三界啊！这动手一定爱会记哩。功德就无同款咯，功德你看，世界有功，伊的果是得定，伊的得定，定是得啊，世界是功啊，定是得啊，修定有功，开慧是得。这果报不同款啦，所以功德甲福德啊，咱来甲伊辨别清楚啊。伫今仔日咧，啊，咱所处的这个环境内面，应当爱修大功德。这大功德。无
欲为家己就是功德，为众生的是功德，为家己的是福德。为家己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众生就超越了。念念为众生，绝对无为家己。希望大家会记得，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为众生，唔通为家己。你得的利益啊，不可思议啊！为家己就错了，为家己拢变作福报啊！就是向天好，天好向尽，也是爱对路啊。所以啊，伊是不究竟，绝对唔通为家己。爱做大功德，大功德一定爱利用现代的高科技。就像现在用这网际网络传播，咱恭敬这个现场，全世界在这时间，是由咱的网站拢总拢收到了。这是21世纪的道场。唔免看，是要大小啊，是看你传播工具的现代化。小小一间房间，我伫遮咧讲经说法，全世界人拢听到了，这是大道场啊！爱会向你运用科学技术。爱会向你用现代化方法，咱讲经对现代人来讲，这是第一手，会向听的人，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啊。可是这一手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希望真正听有的人，听明白的人，发大心啊！你听了后啊，上好会当改编做剧本，用电视连续剧的方法来推广啊！呀，这个全世界每一个所在的人拢爱看连续剧，也逐天伫电视的这边啊，伫咧坐咧看，用这个方法来推广啊。现在咱这所在也拄拄啊开始，看到《了凡四训》有两篇电视剧的这个方式推出来咯。唔通看这两片物件，比如我伫讲台顶辛辛苦苦的讲一遍《了凡四训》，效果是更加大啊！这两片的时间太短了，实在讲也是无够，所以咱希望将来会当翕到六片呀，也唔免伤多。好，内容更加充实一下，甲伊配成各种无同的语言发音，就会当流通到全世界啊！这是啊，
一切所思最上之物，最上之物是这物件，上好会当对卫星电视台去放，收看的这个人就会更加多，就用这个方法去利用友情。希望咱动手拢会有这个概念，将来以免生息咯，国家政策改变咯，咱的宗教教学会当伫电视来公布咯，咱爱伫这个大事业上尽一分的力量。当然最希望的是诸位可以参加，将来在这个电视剧希望大家可以发心参加，这个功德无量不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咱就讲到这里。